冷藏很好，可是就是晚上阿米狗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常错过啊。然后就感觉很像已经跟他们疏远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管是巧克团还是十点后一关台，哦，不是最近很少在开十二点的台了吗？就是十点到十二点台很少在开，因为那时候开太勤了嘛。然后就是十二点后累了去睡觉。那就阿米狗那边就感觉十二点之后才开始活跃。哎、欸，阿基也在开了。然后就是要去听什么八卦，还是讲一些好笑的事情的时候，都没有参与到，都睡着了。然后起来就看到那个群组的一些图，那就看不懂。答你答案，对啊，所以之前为什么不想睡觉，就舍不得睡，不想睡那种感觉。好啦，来吧。可是我现在又好想睡，欸，我真的最近又到了六七点就想要睡觉，不想要开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睡着之后一定起不来。你吃叮当掉了，啊，所以咧。然后导致就真的是很想睡觉，我常常大概快九点半后的记忆力就不见了。睡多久啦？我睡多久？前天的话，前天礼拜二嘛，跑课团结束后，我就直接昏睡过去了。那在昨天是丫丫结束后就睡着了。等一下哦，小课团那天结束是睡了快十二小时，那昨天是睡了八九小时。早安，早安。干嘛？啊，然后就是一直醒来后一直处在还是很想睡的状态。然后大概下午就也是怎么突然间就已经七点半那个闹钟跳通知了，啊，不，六点就很想睡了，
然后就是一直撑撑一撑撑撑到七点半闹钟跳通知，然后就醒来了。其实啊，是不是该再来玩一下？干，等一下我字幕的话会很心痛哎啊！然后昨天丫丫的那个，我还是觉得我好恨哦。那个哪一个，我保护发发的那一段，真的太心急，直接太早杀了。我也没有想到说他们马上就到水池边了。小鱼，你看过《金牌特务》了没啊？那啥，金士曼。台湾叫金牌特务，我不知道你们香港叫什么，叫金士曼吗 ？Kingsman。しまった、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。戻ってこい。就是培养一个绅士特务的电影。我看过一二集了啊，你可以去迪士那个啊迪士尼家找啊，他有欸。好吧，安安。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早安，妈妈，下午好。你等我关台就看，你看现在看呢、啊，我台又没什么营养，对不对？我台又没营养，可以不用看了。哇，私人真的是很机车哎、欸。
我就喜欢看你啊，可是我没开视讯呢。你用幻想的看了那么多年，好，我们实际见面也没有到一个礼拜吧。包含睡觉什么，不含睡觉那些时间哦，好吗？不含什么我的天！天牌。本一。你整天在那边意淫我可是我每次都在台湾，每次都到台湾吗？还好吧。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。我只记得有一次西打 RT， 你是画着很浓，不是很浓的妆啊，你就画着妆，然后就一副很厌世，因为那天真的太热了，你就说。你可以讲话快一点吗？我快热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很怕热吗？我说哦，好啦，我长话短说，你赶快去吹冷气。哦，气死哎、欸！我换得很好吗？没有，我是刚好丢掉我不要的。而且每次洗澡时，没办法，我也我想一下哦。那谁是叫你们赶快进去吹冷气啊，然后去顾摊位什么之类的，不要出来啊，不然就回旅馆睡那个啊，吹冷气啊。しまった、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。戻ってこい。って言ってもダメだよね。雨痕安安。龙。我还想今天八点要不要开、欸？应该睡死，应该今天没什么，没有人找，应该就睡觉吧。银狐没了，还有什么？很多人反映我脸很臭，觉得我很凶。谁？你说兔窝的，还是观众，还是客人？艾月安安，没办法、啊，你就热脸就臭啦。怎么办？我应该不会，我真的应该不会再想摆摊了、欸。摆摊太累了。
我的。哎呦！哎呦！那我们摆烂如何？我可以摆在你的店里面卖吗？我丢在你的店里面卖，那你的店里面不止卖糖果，还卖你幻想中男神的东西，如何？棒吧？幻想的男神。那应该卖不出去，没事，有人会买。男神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还敢质疑啊？六。你要去吐了，那孩子不是我的哦。我最近在看那个，跟小雨他们有推一个东西，就是什么亲子鉴定的，就是一男一女，然后又抱着孩，女方啊，好像都是女方抱着孩子，都说是这个什么渣男的种，然后去他们亲子鉴定，然后说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啊，什么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然后不然就是测谎机，那时候看得很开心耶。木瓜安安，有人想干那事，小三元而已了吧？哇哦！汝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ああ。哎喂，小木总搓一下角色变了。好，走喽。噔噔噔噔。原来飞机票是给别人准备的，怎样？你有本事刚别跑啊！
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刚想去尿尿的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失策失策！刚想尿尿的，刚刚还想尿尿的啊！完蛋完蛋！我最近本来还想继续跟阿杯他们玩那个末日生存，太累了，直接倒了哎、欸！你在睡着，我天哪、啊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我想说啊，关台了，要打开吗？可是现在头好晕哦，我现在就哦，我现在头也很晕。拿宝特瓶装，那可要拿1500 mod 的哦。没事，昨天直接睡死忘记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好累哦！前阵子才在那边，我还在那边哦，可以不睡不睡在那边玩，就突然，你先帮我，那赶快等我，那我只要看到、哦，我如果突然看到有人登录的话，我就直接去尿尿了啊。啊，可以尿了，可以尿了，可以尿了。回来了，除了粒子还可以打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打断幺九啊，国士无双啊，清一色啊，哇，多赚1000块，谢谢阿亮，按错。干嘛、啊？怎么那么大、啊？我觉得这游戏很残忍啊！对不起，我冰好没有。每次有时候这样乱发出声音，
然后鼻子会震动，然后鼻孔里面就好痒哦，天哪！这样，原来日麻是这么可怕的吗？很可怕啊！你知道每次点开兔窝 DC 的日麻区，都觉得是那边是怎样酷刑现场，你知道吗？那些照片惨不忍睹，很恐怖哎。晚餐安安，哇！你怎么这时间会出现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パン。干，好恐怖哦！你们在干嘛？好恐怖哦！边上课边吃饭边听直播，你在上课吃东西？这么棒！哇，撕心裂肺的声音，哇！他成绩也打完了，对啊，我看到你说快考完了，可以回台北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最近怎么办？我很难讲我最近状况哦，想睡觉啊，可是又一直想吃东西。对哦，我先哦。啊，我先是不是妈，讲话方式好啊、哦！这是什么？原来我姐有买糖果给我吃哎，葡萄软糖啊，去死！我下家好凶，不会啊。请问在过猪的生活吗？哎、欸，猪不用剪片好不好？哪只猪要剪片？爱神啦、啊，那个吗？那个是请人家剪片的、欸。
下周开始考试，报告还有两个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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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那我应该是最幸福的猪了吧？猪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大？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，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吃饱哦，睡饱吃吃饱，可是我没有吃饱哎。李锦，哎，如果没吃饱然后睡，这样算猪吗？懂意思吗？人家猪是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。那如果吃很多但吃不饱，这样睡的话算猪吗？雨林安安，你是那个雨林吗？哦，这不是软糖欸，是葡萄干。你是我知道的那个雨林吗？你是有换头贴吗？比较穷酸的猪，你差不多吧。吃不饱的猪，你为什么名字换成这样子了？为什么来？短短几天你就改了这么多。小鱼，我们很棒。你跑去当滴滴，我知道啊，不是狐狸吗？就说你现在都不看我了啊，不是不看我了、啊。你是因为想要让对方念得出你的名字吗？还是怎样？我本来想找时间来玩那个非修罗场，玩完修罗场真的都是没在管防守的，就是在玩而已。リーチ、ツノ、イツ、ドラ、ドラ、ハネマン。没有不看你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好不好？你现在作息，我现在作息太正常了，我配不上你，都是我的不对，感谢感谢感谢。是要排队？没有啊，你抢得进来就可以玩了。首先你要先经过猎人试验，好吗？你要先经过海选，不是海，不用海选啊，你只要抢得进来就可以玩。就是一开始的房间名称啊，如果你抢得进来的话啊，你就有资格跟我玩。那我有没有资格跟你玩，我不知道啦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懂，我都懂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了什么？
对啊，就是会有连庄的问题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连庄啊，时间太长了。反正你知道，那时候只要看到手机一有你送给我火的时候，我就第一个时间先冲到线上，就看到你已经不在线上了。我想說，哇靠！我才马上收到通知，马上开上线，你就马上不见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真的是很难过你。最好的进攻，最好的防守是进攻，可是有人一直在睡醒不来啊！跟他打了那么多场，都没看到他成功过。结束了，太无情了。定めは絶対です。欸，毫无征兆，好恐怖哦。好啦，感谢少云，感谢阿亮，跟是谁？太快了。欸，结果你抢进来了，欸，你好强哦。欸，是很强的嘛，那边问那么多。对对，答案一下。请多多指教，有没有？请手下留情。指教是不用了啦，手下留情啊。啊，不用指教了，手下留情一点就好了。哦，恒星，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我本来想说，哦，大事喜没了，就怎么突然一个字摸，背景音乐就没了。你竟然做梦了，可惜，下次就挑战大事喜之一色吧。每次你给别人梦想都打出来，那你可能没有打给我过哦。我要不要立呀？我该立的对不对？我整天都在挂 YT， 我这不是在看你吗？我知道啊。我们不要打情骂俏了，我们不要吵架好不好？我们赖聊。没有啊，有时候看你在 PO 的时候都觉得，哇，你要考试又要第一台，你也太辛苦了吧，就有点于心不忍。都会醒来的时候看到你那边的文章，就哦，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孩子，再按可以被，哪有可能在这里耶？我说这个吗？很难呢。
还是说你自己啊？不是我。我知道七八九一杯啊，如果刚摸到的那个只有是谁？还怎么没有讲朵拉尼？去吧。来吧，勇敢的把它打出来吧，滋滋。没错，把我的爱用力的打出来，我们互相打。我要给你什么？等一下哦。我今天是不是有七对子的命啊？不要闹，不要闹！啊！也不能马后炮，就是我早知道例子之类的啊。哈哈，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它有它的坏处啊，而且可以随时换啊。也是给他们两个厮杀。哇，他讲话也慢慢的呢。你们一定想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但机会很大呢。这好像机会更大呢。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还好吧，你又不是侍卫。国你妈啦国！等你在我这一桌跟我讲国士无双啊！你在那边跟我讲国士无双，
就是讲话超慢，还行呢。不是，我是觉得他讲完话的那个东西，不，那个字幕跳的时间比较慢。他讲完话，那个字还在，那个声音才慢慢跑出，对吧？他讲话还会跳一个星星星那个的时候，那个跳的比较慢。哎，荔枝，我看你的图。是我就国了，这次不国什么时候才能国？不是啊，我就说了嘛，你赶快过来好吗？你在牌桌上国给我看。李姐啊，他快死了。微凉早安，通常不都等九种？没有啊，我刚碰这款游戏，我没有九种就在国了、欸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个月很好做国士无双，然后捡到后面我都懒得捡国士无双的精华进去了。当画面是不是瞬间跳出来啊？哦，原来不是在回答我问题，我想说我刚没有问我什么问题啊，你们怎么在回？我刚刚是不是字太大声了？敢不敢再来这三张啊？欸，来这张我会又再哭一次哦。没有啊，如果来这张的话，就。要吗？哎。
捏紧。吸。看有三个人欸，四个。好，感谢。来啊，你他妈的给我国士无双啊。你快按啊。来，别说教主对你不好，来来来，给你给你，那、啊、算了。啊干，打错！我来打破他的梦了。对，我想要，拜托，让我摸到这一张。哇哦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我都没人打字牌呀、啊，没什么人打，好恐怖哦！在干嘛？
虎でも捨てるときは捨てるしかない。干嘛啦？紧了没？紧了没？阿飞，我可以跟你比了，阿飞来了，阿飞。决斗吧，阿飞。不行，他太无情了，他太无情了，剩一张了啦。新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我们想想 B 方案啊，哎，小雪，不出来，对呀、啊，我晚点打哦，那么早打干嘛？悪いね、それ当たり前。カン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天敗。
才显得珍贵，其实还好哎，我只是想要羞辱他而已。嗯，入刺有这么少哦？可是我看错了。被精华了哪一段啊？还好吧，哪一段精华？是当男的打出来，还好吧？又不是我干了他的油桶。我知道你们想讲什么，可是我还差两张，十五次算多了。我刚不是看十八次吗？好，十五哦，我刚刚看到十八。就算小哈，人家要追过你了，不要笑。不是，不紧张哎，没了，没了。老板在家。神社の陳地君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老板在家排宿，老板。リーチ一発ドラドラ。你差一九万哦，一九万都在我这哎。我有四张一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我有四张一，三张九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哈哈哈哈阿贝
梦没了，他吸还有机会啊。他吸跟酒饼，如果他有的话，还有机会啊。嘿嘿，哇！你打了一杯口出来，阿杯打了一杯口。可惜啦，阿北。男也没了，你还差什么？还差很多吧。おかげさまで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。没有，你站得出去还好。今天是，哇！嗨，小雪。那第一次跟你打有点紧张。啊。对啊，我这局就是没有想赢牌啊，我是只想要怎么讲，凑个幺九牌，全部打出去给大家看。你又卡了，有感受到了。我刚刚也其实不会垫底啊，我刚刚如果开始有吃就碰的，让吃碰起来的话，也会停牌。就觉得这样没意义啊。等一下哦，小鱼的话啊，会换最边边的给我们啊，这样好了。好吗？你要睡觉了。你是要真的睡觉还是要去做梦了？好，阿伯拜拜。哇，真的换给我了。哇，真的换给我了。ダブルリーチ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ラン。哇塞！
等一下，我要截图下来。哈哈哈！哎，我给你们看小鱼的牌，他天河哎、欸。小鱼他的牌天河哎、欸。你们看，这是小鱼的牌呀、啊！不是，这是小鱼的牌，他天河哎、欸！哦，好热哦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你看天河，质疑色。为什么看不到？网路太烂吧？啊，好热哦！小鱼怎么逗我那么开心？哦，你逗得我好开心哦！十三张白板也不错啊，可以自己涂喜欢的东西上去。你还好吗？哦，不止大家各位，场上又多了三张白板。所以小雪应该很纳闷，奇怪，白板不是在我手上吗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小雪，你杀人哦！哦，是个狠人。哇，小雪，你太狠了吧！好啦，给你爱心。他去睡觉了吗？他还说梦话啦，还说梦话。
干嘛？啊、啊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か。我觉得裁判，这牌桌怪怪的啊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チ你丢了回忆色出去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来对字哎，刚也开，刚应该也可以字一色了吧？天哪！好气哟、哦！喝水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カン。ロン、それちょうだい。
哦，我头好晕哦！哦，好晕哦！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ノーテン。干嘛还可以更大？你想用杠的吗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安鸟安安 ，Hello。你去睡了，好，拜拜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哎呦！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好吵啊！ロン、それちょうだい。哇哦，你太狠了吧！ボクシムソー。阿贝，醒醒！阿贝，国士无双出现了。
ういう時は笑うべきなのかな。你说谁？你跟阿北讲话吗？感谢小雪。还是说用你这个造型比较好用啊？来换我用用看。小雪没事吧？改天等你开日麻啊，我没开台，我再去跟你玩。然后在玩打牌之前啊，先开盒跳个五下这样子。先把身上的啊身上的牌都抖掉，开盒跳五次，开始。干嘛都去听系统啦？有病哦！是有病哦！感谢，感谢会员，还有兴趣加入地系赖群要私讯粉专哦。哎，这位啊，就是被单骑击飞的那一位，来第三张有没有？还是被单骑击飞的泡芙？这样讲可以吗？你应该没有在场的吧？繁星问你哦，有邀约找你是 Gmail 吗？啊，你 Gmail 应该也是找不到我啦。你要约我什么？你可以加我那个啊 ，DC， 你 DC 找我比较快。没有没有，也不是说没有没有用啦、啊、没有，我比较少会去看。抽什么啊？
哦，你有？哦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哦。啊，我有锁吗？我记得我打开耶。等一下哦，那小雪你在兔窝的日麻区打个字。你去兔窝的日麻区打个字。哎、欸，你有日麻区的 take 吗？有吗？欸、小雨，你可以帮我找到他，然后给他日麻的那个吗？我不管，我现在找，。new， 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看得到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所以有吗？哦，好，感谢。不见安安 ，Hello。然后怎么排变这样子？问你呀、啊，这样子。嗯。还有三十张，不是三对，还有三十张哎，慢慢玩，死掉就算了，我们来做梦的。还有14张可以玩。没了，要打掉吗？对不起，这只角色。我对不起，我没摸到，在他手上，我没摸到。我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我以为还可以做梦，我以为还可以做梦，干一定是阿伯啦，一定没有睡啦，阿伯，给我醒来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起来，不要晕船了，起来，不要晕，起床。
啊，你可以去睡了，不然你要讨厌这世界了。去睡，去睡。打巴金捆。不要跑！你们不准跑！哇塞呢！要不要混啊？你们会怎么办？都这样子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办？老头吗？可是混老头分数也不高啊。哦哦不，这好棒哦！看，但他们好凶哦。三百了，住手！不准自摸，住手！这家要绿了吗？一条不能绿呢，先生。一条不算绿的呢。希望你能搞懂规则，不然会觉得你是小丑。啊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负的了。我只是来做梦的嘛。感谢感谢，我只是来做梦的嘛，早知道不梦了，还可以活久一点。我看小雪蜜我的、喔、可能做什么就是啥呀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延迟有直播，我说的时候还没有哦。好，懂了。抱歉，我道歉，我道歉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因为我是看到他碰完的两轮吧，我才讲的。咦，好的，我很抱歉。什么？我送你的，你打掉了。
你好意思？我不好意思。哦，对，还有件事情，就是没有啦，我乱讲的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好吗？没有事。这叫什么？万绿丛中一点红。啊、雨下得如此狼狈。我是应该吃啊。怎样？现在怎样？现在胡牌的都不立直了吗？刚明我也是。这里网络好像卡卡的，没事。最近网络这三天呢、啊，比较怪怪的。糊了吗？糊什么？还没啊。心を沈めねば。我刚才讲说，一定是这个还没开。卡卡的才好。看我骂脏话、喔。干你娘！那我为什么还没有白板出现？啊！我现在登出你登录，再换我登录，是不是就有白板了？有吧？可以吧？一二。七可以，都打掉。滚！再打掉，我不要。你不卡、啊？有啊，我右下角有时候会卡、啊，会红灯呢、欸。阿倩呢、欸？嗨，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我打哈欠吗？你确定我不是叹气吗？
欸，如果来了三万的话，你们会打掉二万还是打掉五万？你们要一杯口还是一宝牌？哎，门清一杯口，一杯口几发？忘记了，抱歉。我现在看，我现在不用回答我，我自己看，我自己看。点不开。五番，骗我吧？一杯口五番？你搞我骗？你给我骗？没有开玩笑，你们好认真哦，好可爱哦。你脑袋快炸了，是真的，好痛！为什么一直跑到新手入门啊？我是新手吗？我会不知道一杯口几番？等一下，你开延迟了吧？我白痴哦，延迟是一定会开啊，可是他延迟多少要看他心情哎、欸。我怎么突然安静了？吓到了！他说我是新手，你看，每次点开新手入门干什么？杯口。我有包过，我有包过。等我一下哦。
哎、欸，你又买了什么啦？你们都不提早讲。我姐啦，不知道买了什么回来啦。哎。不是你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说寄东西回来？啊，不然还有谁寄我的名字寄东西回来？靠！李记，啊，哎，我有说，我知道如果不住家里的话，你们不要再留名字喽。然后刚才扭到脚，气死！不是啊，啊每次留我的名字，之前也说过我健身健到一半还是直接冲回家，你知道吗？之前也不知道寄什么东西，啊也是突然跟我讲说今天有东西要寄回来，啊就电话打来，我那时候在健身，然后还请那个人什么十分钟后再回来，我直接从健身房跑回家、欸。怎么？我明天晚上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不敢赖给我再开台啊！结果咧，刚刚喊挂号，我不是更不爽？啊，你先跟我讲一下，我心理准备，我可以等一下跟观众说，啊，我等一下可能会暂离一下之类的。你不要在聊天室打家里的事情好不好？你觉得这样就比较好吗？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。你不要在聊天室一直讲，要讲跟我赖我。
するよ。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。ポンするよ。ハロー。ポン。嗨，夏西。嗨，兰兰。不行，我现在心情不爽。我刚刚还想说，奇怪，我寄的东西应该是超商取货啊，我是会送到，又过去过然后冷冻。我说啊，我买了什么冷冻的东西？然后看一下住址，寄的东西是不是台中？结果不是台中。而、是在高雄，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也没有通知说有寄冷冻的回来，然后一回来看到我姐说，忘记跟我讲，啊，有东西要寄过来，我整个大爆炸。没有，是跟他们讲说有东西要寄来，提前跟我说啊。啊，我至少开台可以跟你讲说，至少我就会，如果东西会来，我就不会开台了。啊，不然就是开台开到一半跟我讲，啊，我就会说我等一下有东西会来，可能会站理一下这样子。啊，就什么没讲，东西到了才跟我说。诶、欸。干太凶了吧，干。哎，气不气？慰问金锁又不是你们弄的。又不是你们害的，没事啊，换我干。放死你哟！话说这角色是不是要说话只能结婚？对啊，不是你例子啊，你一直跟动。又会讲话了、啊。结婚很难，超难啊！所以那时候我刚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那时候说要结婚，我的第一只角色也是，我的第一只角色也是花了快四个月才结婚。
哦，你也是来杀人的。生完小孩智力变弱，正常的啦，你死的。啊？欧元在跟谁说话？没有，他是说他婆婆寄来。你如果是说我姐的话，是他婆婆，欸，寄东西过来，啊，然后没有跟我说。跟我结婚呢？女生生完小孩智力变弱，你们现在是谁在讲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跟不上。啊？在讲什么？可以重来吗？欧元在跟谁讲话？然后姓氏说那个嘛，结婚的东西。你钱太多。他忘记讲正常啊？什么东西？我现在真的是眉头皱到很紧哦，我的眉头可以夹扑克牌的一张卡了哦。兰兰说什么？还说我姐，不是我姐已经生完生两个月了哦，两三个月了哦。所以我没怪他，我只是跟他讲不要每次，因为已经是累犯太多次了，那相信也都知道我的地雷是什么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也说过了，我脾气很差，靠腰，我脾气很差，真的很差。欸，我姐以前也是常被我凶，还记得我之前不是说过我的第一任的那个闺蜜吗？她说她把我当我弟嘛，当弟弟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当我姐可以啊，你就要抱着被我凶的心情来面对我啊，有没有印象？材料只能靠活动对吧？哎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跟他讲说，你如果真的要当我姐，你就要被我凶，要被我凶不能怪我，我就说因为我会凶我姐，懂了吗？我那时候都有讲过啦。夹扑克牌干嘛？就皱眉头啊，眉头紧皱有没有？这个还有机会。相信我，你生完我生小孩干嘛啊？不是，我也不是说没有体谅我姐啊，艾薇知道她的状况也很辛苦啊。我受不了是她刚刚在聊天室一直讲家里的事情。那梅姐，什么梅姐？你都拜托你姐骂你，我的天哪，可以正常一点吗？
我会怕，怕什么？而且我最近脾气又跑回来，我真的很不喜欢我以前的脾气呀。然后怕是怕得罪很多人，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关起来。有人要我讲我的故事啊？哦，你说说来听听是不是？因为小鱼以后也会想生小孩吧？我不知道。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个有笨笨的，那首先你要先生小孩啊！嗨，前锋。哎，前锋，你要不要偷偷加个指令啊？你就说更新最新版本，然后帮 Bobo 给 buff 之类的。就是让 Bobo 可能可以那个在什么那个什么模式砍了不会死，就是我们不是五次就死吗？那他可能砍到砍了很多次都不会死，不是砍了就是什么帮派的时候不是死超过五次就会死了吗？那可以让他不要死。好懒，懒屁呀！七七，放死你哟！好啊，诅咒你糊不到啊！唱衰人家。勝利の果実はこの私のもんだ。那张已经没有在做了啊，很烦呢。感谢迪路，感谢奖片，已经来过了，应该也不会升到1.17了。好，那你做一张新的啊。本来应该说你还会想再做地图吗？不行，这只我驾驭不了。你有一通未接来电，来自2:43，共计两通。谁啊？这个时间好像是刚刚那个的欸。没有战斗陀螺嘛？好，我记事本里有几张的想法，只是寒暑假才会动工。还有，你加油。
结完婚一堆女生说男生都变了，其实变的是女生。当深夜一两点，南宫本人是早都要吃了豆花。等一下，还胁迫说肚子内的小孩子要吃，你就无缘的。你该说什么呢？小夫 Panda， 夫 Panda。啊！你不用单身啊，你可以找个男生啊。男生也不会说他肚子里面想要吃东西吧？痛！23年前哪来的熊猫？哦，对呢。砰！砰！ロンです。心を沈めねば。ロンです。你还好吗？不要吃吗？龙，太阳，推推，走了。金玉子，满岗。嗯，好，这张了。哇！晚餐安安，晚餐晚安。你2点半翘课回家，我眼睛现在好，我觉得我眼睛现在好好烧好烫哦。我说好烧也不对，好烧你们不要乱想。啊，好烧啊！那眼睛烫烫。我等一下应该回去再睡觉吧。等一下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我是不会摸到酒桶了吧？不是九万吧？砰！好烧啊！眼睛在烧正常，我也觉得很正常。欸，我那天买咸酥鸡啊，我有一天吃咸酥鸡的时候，啊，太无情了吧！
那时候，我就吃了那次咸酥鸡之后，我长了三颗超大的痘痘，有两颗现在消了，然后有一颗现在是在我的眉间中间，很大颗的痘痘。然后我那时候去那个莱尔夫，我们附近的那个一间莱尔那个大鸡那个吧鸡排店附近的一间莱尔夫，啊进去要量体温嘛，我手伸去逼的时候31度，体温正常。我本来想要拿手机拍的时候，那个柜台的人就在看着我，我想被看那算了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有，只是应该想睡觉而已。31度，体温正常。啊。我的不意外，我有看过80几度的体温，那个啊正常欸。那时候网络上看的影片，然后87度，哎、欸、不89度，然后体温正常。この道、未だ終焉には至っていない。ポン。いらないものを惜しむ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。天牌、得意な戦術さ。你快死了，泡芙！再一个人自摸你就死了，撑住！加油好吗？等等来去补眠，早上7点才睡。好啊，我等一下陪你睡。我等一下要去睡觉。泡芙，撑住！お願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吃屁。哇！哎，这个泡芙不是宝可梦的那个泡芙哦，先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泡芙是，就是泡芙。我们有分菜渣的泡芙跟繁星的泡芙。这个泡芙就是之前 GGTA 那个啊，声音那时候在陪我玩 GTA 的那一位泡芙，有印象吗？前阵子不是菜渣他们玩 GTA 玩得很火的时候，啊，那时候认识的，就这一位，就是这个泡芙。泡芙没飞就抖一笔哦，那我要保护他。泡芙撑住，你赶快端幺九快跑，你快点端幺九，为了赚钱，我准许你赶快端幺九快跑。完蛋，这究竟是什么嘞？好恐怖啊！你听什么？你听什么？奥夫，
字跟万子小心一点哦。我感觉是九万呢，你们怎么想？我感觉是九万呢。好了好了，他断幺九了，来吧，我们的回合。来，是男人就不要唬我。啦。我打腕子都觉得好怕哦。我也只是小小的断幺九而已，不要这样嘛。看，不是不是呢。谢谢谢谢两千。什么？没有。就是要你放枪。九万都不对，哦，四万，一张一张一张，哥哥，每人身上都有一张四万呢，哇，你好可怜哦。每个人身上一张四万。欸，泡芙撑住。泡芙没事，我挡下来了。我坦住了泡芙。可以吧？瞧瞧他，拼命的打出一跟九，你看他的求生欲还是很重的。然后没有九条了，去你的！没有九条了，没有九条了。我救不了你了，我救不了你了，你就差一点点血量了，你逃不过被废的命运，我很抱歉。
恐れ入ります。哇，我完成加黑第二哦。好，感谢。只有泡芙说中的世界，不哭不哭。你要知道，你飞了我也很难过，好吗？你看你活下来了，我有钱拿，你也开心，我也开心。泡芙，那个讲抱歉的就是他，他就是飞了你的那位，恨死他吧。啊，整一笔也没有说要抖多少啊，这不是，嗯，哇哦。嗯，还好啦，小额而已。哎呦，还是当时他如果点数剩多少，你就要抖多少这样子。哇，那刚刚是蛮小额的啦。哦不，我想再洗一次娃娃，欸，这娃娃味道怪怪的。想丢，忘丢那种衣物柔软巾给他，因为我是用肥皂，然后手搓再洗它。什么支持繁星不用大笔啊，多人一起就好。就很多什么意思？每次跟我打都被击飞啊？不是啊，我击飞你一次而已啊！啊，竟然是别人击飞你啊！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你看，我又不像龟龟台有赌注。没有赌注的，我坐在麻将桌上，我的心跳就会很快，我就会感受到窒息的感觉。我真的很怕那时候如果真的参加阿帕杯的话，我会死在麻将桌上，就心跳太快，然后送医。都赌很小。没有就赌那个啊，赌订阅不是吗？我那时候在啊，感谢爸爸的170块。难哦，得死！太无情了吧！欧元是指比起一个人给很多 SC， 不如给很多人一起小额的 SC。哦，你说每个人都有奖是不是？我当时也讲了啊，当时不喜欢麻将就是因为我那一任的闺蜜啊，那好胜心成那样子，让我对日麻其实很反感。装新忙，平台有特殊才好，
好好好，爸爸拜拜。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。リーチ、トン、本一、ドラ。ハネマン。他那时候是四位一订阅机费两订阅，我知道啊。然后那时候不是还去找蓝莓吗？跟蓝莓一起玩啊，就是说谁在那边飞了去订阅他的那边的送订阅吗？你忘记我也在了吗？那个谁泡芙还说繁星快去击飞他们。哦，蚕蚕，你都忘了我。啊你是睡饱了吗？你不再睡一下吗？放火三位也要哇。因为之前退取就有，因为前阵子退取那时候日马很红嘛，就看到很多实况组是就是赌注日马，就在那边真的是在赌博台的哎。你要打赢 game 才睡啊？你是说体力那种体力花完才睡吗？哇！今天又要看到七对子了吗？我讲怪人。好啦，感谢怪人的会员啊！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嗯，那这个也是在龟龟，哎，不是龟龟，菜渣那边的，别学了。为什么我每次这样叫你啊？这很伤喉咙哎、欸，他们在叫什么？不知道他叫什么、啊。对耶！龙，他说他这样叫运气会很好，他叫人就会胡大牌。那有胡到大牌吗？还是玄学？零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。リーチ、鎮逸、ハネマン。想要打一些不需要动脑的牌，我打到四点哦、喔，想睡觉了。
爱困啊。那我等一下去看雪雪给我的一个影片。你也想睡，走啊，睡觉啊，铁门拉下来啊，走。上班可以睡觉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不行？你是老板娘呢？力气。雷是老板娘嘞。你想要让网络抢翻一次，建议不要啊，不然全世界都在等你也不太好。如果真的很烂的话，建议不要啊。你会不会被偷钱？我说关铁门啊，没有铁门吗？还是？你就直接睡在那个门口，你用那个，你就直接，你们那个是拉门还是推门？如果是推的话，你就躺在那个门口，门口内；啊，如果是拉门的话，就躺在门口外，懂吗？你就横躺着在门口。抢而已哦，那希望你抢得到咯。你是铁卷门，那就好了啊。铁卷门，你拉下来会怕不偷？不是蓝色的，什么意思？好了，胜负现在才开始哦，我来连装了哦。我在做别的梦，可是，可是啊，我好像第一次看你的铁门呢，是铁门的大门呢。我讲干话啊。
を沈めねば。ロンニャ。リーチ。耶稣啦，塞到手上，没了。单屁呀、啊，单要先自摸才能单，好不好？哇，真的抢到了、欸！哇，抢到了、欸！
リーチです。被震惊耶。你就觉得你要死掉了，怎么了？电脑弄不好吗？我那时候电脑弄装有的没的回来，我也是装了两天才好，一大堆东西要装啊！我那时候头也爆炸，然后情绪超差。找不到原因，现在工程师远端找原因。好，你是这样电脑打不开吗？啊，他换完新的磁碟回来还是死机？哦，哇，那你跟我差不多哎，我那时候也是弄电脑带回来，就反而爆掉了，然后再带过去，然后就是在那边等等设备，等有的没的，前前后后花了一个礼拜，我的电脑才回到我家。那回到家里又装东西，装了两天。就那时候整整九天，那时候刚好暑假结束，然后整整九天没有影片可以出，所以我那时候收益有够恐怖的。哦，不定时的哦，哇，你的好特别哦。你目前6000还没好，哇！啊，真的辛苦你了。所以我那时候电脑弄不好，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，干，我干脆直接换一台新的好了的念头。然后昨天没事录音录到一半，打了三关突然死机，影片也不能用。哦，对啊，啊，辛苦辛苦。所以我那时候看哆啦 A 梦看到你。就是因为这原因，我看了7天的哆啦 A 梦，哎，好腻哦。怪人，我本来想说看你可怜，要不要帮你补个血？不对，你在那边玩清一色嘛，也不对啊。
想一下哦，妈妈妈妈妈妈妈，嗯，拜年。哦，你有迪士尼哦？我那时候还没有，所以那时候看的好痛苦哦。然后哆啦 A 梦播来播去就那几集而已。那多叫个两声来听听好不好？龟龟，叫大声一点。别挣扎了，拿出来。你什么鬼呀、啊？你这有意义？リーチ一発ドラニ。満貫。他叫完就跑了，然后叫后不理。你是谁？你是龟龟群的谁？我没看过你。哦，对对哦，抱歉没看到，没看清楚。嗯，没，我、哦、都是蔡张娜的。哦，一样啊，你是蔡龟群的谁？这样讲蔡龟可以了吗？蔡龟群的谁？我就叫菜龟，那时候在玩抓鬼，他们龟头跟菜头。我菜头是之前那个啦，阿靖讲的啊。我你长大啦，菜头。然后在那边喊龟头，有够难听的。你就看菜渣鱼那有谁就好。现在在菜渣群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嗨。哦，你是萌萌哦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啊！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繁星。啊！洗一半，洗一半，洗一半。不是 GTA 开始的吗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阿靖讲的啊。那是聊天室，然后说什么菜头，然后阿金就说你长大了菜头，有吧？しまった、しまった、戻しちゃった、戻ってこい。って言ってもダメだよね。对吧、啊？就是请问菜头跟谁玩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我都觉得 GTA 那时期的精华都好好看、喔，可能因为有我吧。不过很可惜，有几次的那个 GTA 那时候没有录音，也没有开台，我们私下玩，那时候也是玩得很疯。就那时候光是 GTA 哦、喔，那时候游戏时速就到800个小时、欸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有800个小时在 GTA 上欸，这多恐怖的数字啊。以前比较好看，对啊，我也觉得以前比较好玩。哎、欸，怪了，你要死了哎、欸！那是我们 GMod 的也很好玩啊，我们 GMod 是打开 GMod 的吼，
在 GMod 里面在看看电影。我死了，我要死了。你是不是只会调子的清一色啊？我看你这三局好像喜欢弄调子哎、欸。啊，上一局是碰碰，嗯，没事啊。怪人，可以不玩抢劫猜赛同了，就是没有人了啊。那现在只剩下观众了，好吗？一起听啊，你是。啊，没事，算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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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起床，你才睡三分钟吧。Excuse me， 一点安安，对啊，感觉不一样啊。那嘴观众跟嘴朋友的感觉就不一样，好吗？恐鬼蛮好笑的。我那边在喊说，请问那什么可以射射吗？我那时候在他们在他的那个、啊、聊天室，那时候喜欢刷，今天可以射射吗？路路安安，这最后一场了，等下没有要有没有要开了休息了。啊干！啊！我是要打这个呢、啊，哎呀，好哭了，要打掉了。那你快，哎，有时候我真的是完全忘记我在精华里面讲了什么、欸。哎，以前当观众的真的都可以记下蔡搭所有影片的那些内容。就自从开始做实况之后，记忆力都不见了。刚刚声音很可爱，你说大叫叫到会被消音的那种吗？唉，没够讲啊！林静几首歌，不然你以为我还要再睡五分钟吗？可以啊，再睡五分钟啊！帮我买一杯多多绿。怪人，我永远记得你打火箭联盟笑到原地啊！我忘记了是哪一段啊？哦，有人想撞我，然后我跳起来吗？是吗？哎，说到火箭联盟，不知道蔡渣还有没有兴趣玩呢、欸？因为现在火箭联盟从付费变成免费了啊，所以其实可以找一些像龟龟他们来玩火箭联盟。我也好久没玩了。场外33032，啊爸爸，你不是在工作在忙？你挂台就听就好了。贵人，怎么那么小？没有宝牌？哦不！原色球跳起来，我当然怕啊！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火箭联盟那时候有一集我忘记是什么，我其中一集我在蔡渣的台里面直接骂三字经，怎么办啊？我直接骂出来。我那时候去听精华的时候，觉得哇，我好不应该哦，在实况上面骂脏话，哎，而且还难听的这种东西。哦，我就是自从那次之后，就真的比较少在讲话，因为你少讲几句话，就是脏话会比较少。飘来飘去，哦，对啊，他说，哦，我的画面飘来飘去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好啦，感谢晚点，如果开的话会是8:00吧。好啦，晚点如果会开的话，晚点再说。
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啊，要睡觉去睡觉，要色色的去色色啊，要玩的去玩。大家都好在骂啊，就听起来更好笑。不，因为早期那时候菜渣其实他好像不怎么爱讲脏话这种东西。对，他其实早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之后他回来开始做游戏实况之后，他就是语助词会变比较多一些些。因为早期他就是还算比较干净嘛，这样子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。刚刚龟龟叫我之后就一直输，没有啊？你从刚刚就一直输啊？一些些而已吗？应该吧，尤其是打 low 的时候，打 low 的时候比较多。哎呀，玩小游戏哦，有礼物可以拿哦。我上次玩一玩忘记骰耶，好浪费哦。来哦，铲铲给我力量。欸，菜渣是不是也抽了啊？然后这只角色也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看他的 IG 上面这只在动，欸，是他跑去太氪金了是不是？他怎么可能不抽？他只说他对狂赌有兴趣而已啊！我不知道他连这个也有兴趣。你看多么可爱，兔子哎！他是猫粮供应商了，他神经病哦！他有病哦！那些东西拿去吃好吃的不好吗？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。我昨天说猫粮要六位数，他不仅个十百千万，十万吗？台币十万吗？不用吧？啊，要吗？要呗，可能要呢。他都可以捞全造型跟全。他都可以捞全造型，还是要快全造型？我知道啊，刻到这样我不愿。没有，他当时那个怪物弹珠，他怪物弹珠每次新活动出来，那时候不刻个七八单，好像过意不去。感谢迪路的新会员，那。有兴趣加入啊我们的兔窝梦想家群的话啊，可以私讯本专。那如果你哎，欸，对，如果刚刚像怪人啊还是泡芙你们如果没看到兔窝里面有日麻区的话，要讲一下哦，因为我不知道是每个人都看得到还是只有特定几个才看得到啊。对，就是兔窝有个日麻区啊，那边就是一窝。还是都常常有人在那边活跃，对，所以如果要有日麻区的话，要稍微提一下啊，就这样，好，感谢啦，因为你会看到那边每天都有人在做梦，每个人都看得到，只是叫人的时候不会被叫到，哦，是这样哦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